英国任期最短的首相特拉斯这几天正在中国台湾活动，鼓吹成立什么经济北约应对中国威胁。特拉斯已经是一名过气政客，英国观察家报社论说，特拉斯已经名誉扫地，他的保守党同党议员科恩斯也批评说，特拉斯毫无实质影响力，到台湾只是作秀，反而会让台湾处境更加艰难。细心的台湾媒体发现，过气政客都很喜欢来台湾，特拉斯只是最新个案而已，之前还有臭名昭著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，临下台前捞一把的美国前众议长佩洛西等等。这些窜访活动的背后，金主都是鼓吹台独的台湾远景基金会。这些失意政客到台湾不仅可以捞得盆满钵满，而且还被民进党当局奉为座上宾，煞是风光。心明眼亮的岛内民众看得明白，痛批特拉斯之流到台湾蹭饭，无外乎是为了捞取钞票，他们一边掏空台湾，一边趁机送台湾上路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得明白，台湾民进党当局花着台湾老百姓的纳税钱讨好这位英国前首相，这绝非是什么爱台行径，而是在卖台。